宝贝，好不好玩？成为徐伟宁之后第二个喝得如此呛的女明星。呀，你搞出了什么？很好很好，放心，走，冷静一点，精准来。真正的厨师啊，在做东西的时候是不会在乎那种什么一点点几条那种，就是抓一把下去，研究叫抓一把下去。真的就是完全凭你的经验。Freestyle 才是真正厨师在做东西，好吗？因为毕竟我也是主持过美食节目的，嗯，对不对？我了解。我也主持过美食节目啊。就这个。自己都讲了不好意思。没错。宝贝，好不好玩？他又没入镜，干嘛跟他对话？只是他身上也没很无聊。没有啊，没有关系啊，他看到你就有趣啦、啊。他只要在跟你身处在同一个空间，他就会很开心、很幸福。是吗？屁啦！我已经过了热恋期了。所以没有啊。所以现在是老夫老妻的意思。真的真的，现在是老夫老妻。太主人来。你要去哪里啊？拜。你要走了、哦？是觉得我们很无聊？刚刚去按摩啦。哎、欸，你等一下，快要结束，你要过来带我啊！修杰楷来都会翻车了。啊！我，你看着我，我是看着你怎么翻车了。我史上第一个我不翻车的。好，等一下，救命啊！楼下邻居都说好香，我要过来吃。成为徐伟宁之后第二个喝得如此呛的女明星。呀、啊！你告诉了什么？我说了徐伟宁吗？对，我告诉你，我们还有蛮呛的来宾，基本上每个人都蛮呛的、啊。都喝呛了。嗯。好、啊，这个不要看了，这不要看了，走了。有没有在尊重来宾的食谱？有没有？对，我们现在先把鸡捞起来。先把鸡捞起来。好好，不要紧张。这样显得我很不专业。不会不会不会。专业来说，这是我的家乡菜啊。不会，没关系。这样有掉链子吗？没有关系。没有关系。我们每个来观众就是爱看我们掉链子。是吗？真的。又好吧。我不是确定不是对掉的吼。我的菜也是很有难度啊，拜托。煮什么呀？我就是要带来。你卖谁谁呀嘛？鸡这还连在一起，这怎么办？把它剪开就好了，你不要紧张，你不要紧张。我们怎么吃？不是我没有剪刀，厨房用的剪刀，我们把它剪。你剪刀从下面开始剪，啊，这样会弹起来。下面开始剪。嗯啊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再把它捞起来啊！要不要拿到砧板上面剪啊？不用啦，这样剪就好了啦。很好很好，放心，冷静一点，剪准来，慢一点啊。够 ，OK， 很好。那刚刚凤梨还不是我切的，啊，鸡还不是我烫的，鸡也是我捞的、欸，苦瓜是我切的、啊，你就只是负责切菜而已啊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哎、欸，罐头也是我拍的，是你害我承认。好，是你害